极简短发，成熟洋装配上黑色高跟鞋，她是前立委助理戴伟山，外号国会李英爱。板桥这边的居民都还不认识我，所以我现在的方式就是请走基层，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。庆幸小绿绿站板桥绿色刺客要对上政坛发电机李婉玉，努力在镜头前营造专业形象。而另一头的李婉玉参加选民活动，特别换上粉色系休闲穿搭，亲民博感情。形象是不太一样了，婉玉议员真的很漂亮，然后觉得可以跟她同台对上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。 可爱啊，就很像一个研究生，前途大有可为啊。女将比比争议性高，但知名度也高的李婉玉在地生根多年，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。而戴伟山今年27岁，虽然年轻，但在国会也多有历练。会选他吧，看起来比较那个清新的感觉。这个比较专业啊，比较清新。 比较像刚出社会，这经验老道。政坛双输砧板桥，两离外形成了2018选战另类焦点。记者郑仁宗、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。